灭了伤害秘籍，袭人未定，该去整个林军里讨伐他。千钧一家到中路，伤害秘籍，清仓吐血，大甩卖，伤害秘籍带回家。此间之事不可能万人知晓，不要留活口。就为了救你这个病娇，老子片酬都被炸飞了。刚才我不让他们杀你。是因为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上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吗？他就是你的未来夫婿，傅红公子。朱婉，今天是你拜师大典，都在等你呢。慕容，朱婉，会不会是建安城安插的细作呢？真朱婉已死，此为假冒。我想要做盟主之位，就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打上去。还有谁不服？从修炼山海神功已成魔，铲除魔头。东风儿马上就到，江湖百将都要反了。暗箭难防，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再失去，比从未拥有过更痛苦。慕容家的仇一天不报，一天不能兴啊！今夜